侯汉廷春节特别节目，聊国民党一代。侯汉廷的本专的 YT 的朋友，大家新年好，新年好！防疫期间要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你知道还要戴什么吗？戴上你的心。那你也戴我的吗？好。汉廷本专跟 YouTube 的朋友新年好，汉廷，你今年过年有什么新计划吗？好多政坛前辈在出书，我今年也要有自己的书。哦，是啊，什么书？和你的结婚证书。话说回来，你到底，我去年问你要加入国民党，你到底证书不是证书啊？你的那个申请书到底提了没？申请书到底填好了没了？我从2017年起就跟淑华姐合拍影片，每一次看到你，我都觉得我不像我自己。那像什么？像未来南投县长的老公。哇，谢谢你！共算，谢谢。过年期间要讲吉祥话，保持乐观，不能抱怨。啊，政局这么乱，我不能抱怨，那我要抱你。我也不能抱怨。